之外，然后现在唱歌，他等一下还有一段舞蹈送给大家哦。所以啊，想问一下这三个，您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讲压力最大？一定是唱歌的啦。现在选团长。对啊，我们都以为你会选团长哎，因为你知道接在曼谷后面很紧张啊。了解，接在那个歌姬的后面会很紧张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你要问。柠檬，柠檬未来好像都有单曲，要不要先跟大家推荐一下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呢。对，应该是在季后的时候会发。对，那再麻烦多多支持，谢谢，一定要支持优雅。是是是，我们非常多优秀的宝藏女孩做的所有的这个，不管是单曲或者是表演，希望大家多支持。好，那接下来要在这个大魔王曼萍来问一下哈，因为你去年其实是自己唱歌，对不对？那今年怎么想到要组团？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很恐怖。没有啦，我想说可以就是超越去年，所以我就找了就是重量级的歌手，然后再加一个。是是，就是人多势众的感觉。对，希望这个演出可以比去年更丰富。是是，那大家觉得有比去年更丰富吗？好，是，那当然今年呢，哎，你刚才有特别讲谢谢吉他手，他没有谢谢最旁边这位，他等很久了。谢谢刘总。他已经私底下谢我很多次了。好，是是是，那呢，我们也一样，再次掌声来谢谢 SY。